神啊，一边拜，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在拜那个女的？哇，他们是在发红包吗？哦，真的是在发红包啊！各位兄弟，新年好啊！今天是大年初一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在胡志明这里啊，新年第一天啊，找点东西吃有点困难了，全部店面都关门了。我本来关门就关门吧，我来菜市场买点菜自己煮行吧。我靠，这菜市场也没有开门，我要醉了。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去范屋老街那边的菜市场看一下有没有。如果没有啊，只能大年初一吃这种河粉了。大年初一啊，吃河粉有点惨。好一点的餐厅啊都关门了，包括商场啊也关门了。哎，没想到。哎，现在坐车去另外的菜市场那里，看一下有没有菜卖，买点海鲜吃吧。只有咖啡厅还开门，有一些咖啡厅也关门。看到没有，这商场关门了。商场，我靠，大年初一竟然不开门，不开门营业啊，我就醉了。现在应该只能吃河粉了。路边摊还有一些，越南人摆路边摊卖河粉。但几乎啊都关门了，像这些店啊都关了。这是阮惠街这条路啊最热闹的地方，几乎全部关门。今天想吃好一点的几乎没有可能了，但是路边摊还有一些人会在，如果啊只能吃路边摊了今天。但是今天是大年初一了，怎么能去路边摊呢？搞点好吃的。不会吧，连槟城市场都关门了。槟城市场也关门了，大门都没有人在卖。现在是下午的3点，太阳大得要命，30多度的天哦。不过范屋老街这边的店没有关啊，范屋老街这边的餐饮店、咖啡店都开，这边的店铺啊都开，所以你们还是要放弃。菜市场也没有开门。不会吧，大哥？不会吧？我靠！啊、哦，天哪！今天大年初一吃河粉，我就搞笑了。哎，我本来想来这里买点海鲜肉之类的，也没开门，只有一只猫在这里。哎，我的天哪！西北风都没得吃，顶你个肺！这菜市场都关了，不要说那些店面了。今天晚上就这样啊啊，吃碗河粉算了。今天啊，我靠，有点后悔啊，在胡志明过春节啊，有点后悔，真的是有点后悔。既然没饭吃。这店面全部关了，对面的店面全部都关了。范屋老街街尾这条街，你看这边的店面全部关了。平常啊这里人流量很大的，但现在也没人。哎，算了，去搞个河粉吃算了。早十天半个月不是有很多兄弟说想要来越南过春节吗？
现在应该来到了吧，应该后悔了吧。大年初一吃的也没什么东西吃，玩也没什么玩，对不对？漂亮的越南妹啊都回乡下了。以后啊春节啊不要来越南这边过年了，要去就去那些没有新年这个习俗的国家嘛。这里真的是没什么好玩，春节来这搞完我放弃了。牛肉粉啊，耶、yeah, 啊，牛肉粉啊，还会懂中文呢，这个大姐。全是外国人在这里吃饭，这家店一直都这么好生意。哇，兄弟们，我现在来到了范武老街这里啊、哦，现除夕这里啊，这些大哥啊都不在，大哥都回家了。我靠，大没有看到一个大哥在这里啊，大哥们都回家了，放假了。放假了，大哥们。全是洋人啊，全部都是洋人，或者是本地的越南人，中国的、韩国的、日本的几乎没有了，肯定没有，连这些都没有在这里啊。今天没有按摩，没有服务，现在全是洋人了，看到没有？全部都是洋人。整个范武老街，整条街全是洋人的天下，没有什么亚洲面孔啊，就算有啊，也是本地的越南人，还有少数几个韩国人，都是洋人在这边玩了、啊，就洋人不过春节嘛，还有印度人也会在这里玩。春节这期间呢、啊，看到好多洋流啊。平常没有这么多洋流，都是洋人。越南人都穿红衣服，哇靠！但是没有什么人啊，这十一点了没人，根本就没有人，没什么人出来玩。你看红荡荡的，现在才十点多，十一点了。只剩下一些洋人在这里嗨了，好大！没有看到什么本地的美女，并没有看到啊，撒了一地鸡毛。就这样啊，其实的范武老街就是这样的了，说热闹也不算热闹，说冷清他也还是有人，越南人开始拜神了，差不多十二点了，他们准备拜神，马上就要大年初一了。 Hello。 还是洋人玩得嗨啊，还是洋人玩得嗨。哇，这边啊，哇，这里挺热闹啊，这里很热闹。这个越南妹挺漂亮啊，这个越南漂泊人找越南妹很漂亮，长得白白净净净，真棒真棒真棒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 很惨，但是没什么人啊。什么文化？
嗨的神都是有神必有神必有。穿的这身衣服很中国化，很有年味，很有年味啊，身材刚好。来吃饭不老街好吗？这身应该也是跳舞的，这身。整个现场就是这样的。哦，对面这里又不一样，对面这个衣服有点难看，主要是洋人啊，主要是洋人在这里玩。哦，这样啊，这样啊，都拜神了，他们都拜神。喝酒嘞？喝酒。哎，我拜神了，拜神。你帮我拿一下。你傻，你快买快递。啊？你买快递不好。我快哪里？你傻，再多十分钟。十分钟。十分钟。有有。恭喜发财。恭喜恭喜。恭喜恭喜。我没有红包，我没有红包。我没有红包，我有红包，有打包，有红包，红包，你这个中国的衣服啊，对，胡子啊，胡子，胡子，啊，穿哪服？耶，很好，这个啊，这个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搞热闹，很搞笑，这里是洋人的场地啊。你看热闹吧，红红绿绿的，其实这里消费很便宜啊，只不过洋人喜欢这样，太吵了，说话都受不了。剩下的全是洋人啊，亚洲面孔很少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啊，就算有啊，也是越南本地人来这里玩。现在已经这条街变成这样了。哇靠，天啊天啊天啊，他们放礼炮过新年了。哇哇，放礼炮过新年了，拜神啊，拜神啊，越南人开始拜神过年了，这就是越南的文化，放烟花，还放烟花。Happy New Year, Happy New Year, Happy New Year, Happy New Year。没有回家。没有回。Happy New Year,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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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累死，累死。
卖那个女的。越南人拜神。看一下这边也是啊，这边也在拜。哇，天哪！天哪，天哪！哎呀，这里干嘛？晚上都是洋人在玩啊，好多洋人。哇，放这么多吗？哇，全身都是这种东西。哇，整个地上全是这种礼花，礼花碎片。看一下现在的时间啊，大年初一，大年初一啊，各位兄弟，恭喜发财啊，恭喜发财。全是洋人多一点，我靠，这些洋人穿的也太性感了。哇，他们是在发红包吗？哦，真的是在发红包啊。老板在发红包，他们这条街就走完了。越南人新年烧纸钱，看到没有？烧纸钱。烧的不知道是多少，还有这种习惯。都在烧啊，看到没有？这里也在烧啊。他们这里也是烧很多这种，不知道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。